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出去了。我们现在出去干啥？去拿风去。去那个，你买的啥呀？S3。啊，熨斗。我老婆熨衣服的熨斗。啊，安吉拉，你干啥呢？啊？你干啥呢？啥呀？啥？车走了？车要去哪里啊？去哪里啊？去。哦，你去吧。走吧。你走吧，你自己去吧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去吧。那妈妈过来。妈妈过来。嗯。妈妈不去。妈妈去。不去。那妈妈去。好好，妈妈去，妈妈去，你和妈妈两个人去吧，好不好？嗯。你去干啥呀？啊？你去干啥呀？你去干啥？妈妈去。妈妈去，我知道妈妈去。你去干啥？啊？你要去干啥？掉了。安吉拉也不知道干啥去。啊？你干啥去啊？嗯？你干啥去？你去找谁呀？啊？你去找谁呀？喝呀不？说的啥？喝吧。汪汪。嗯，哪里有汪汪啊？有。嗯。啊。快一点，走。马上好。嗯，行，马上好，你要快一点呢。外面阴天了，马上下雨了，都已经刮风了。外面风刮得很大，等一下还要雨呢，大雨。开车去。开车去。嗯。你开，我开。啊？嗯。你开？嗯。哎呀，我老婆说她开，看安吉拉，哎呀，嘿嘿嘿，哎，这个安吉拉，衣服很漂亮，走吧，走，安吉拉，安吉拉，安吉拉，不要掉下来了，快走，走啊，哎，走啦，加了 baby。快走！我老婆给安吉拉扎的这个头发，这吧，看，漂亮，漂亮，怎么拆了？啊，这咋回事啊？啊，重新扎一下。再扎一下，好看。再扎一下，好看。那你问题是，刚刚也不难看呐，非要拆了重新扎。哎呦！我老婆，因为她出去。每次都是把安吉拉的头发扎得很好，哪怕是出去一小会儿马上回来，他就要给安吉拉把头发扎起来。走了，拿快递。我老婆开着车挺好的，我老婆学会开车了，她自己也能开着车带着安吉拉玩。哎呀，直走，往前走，车车车。哎呀，这个啊，车，啊，下雨了，你看看。下雨了，我去拿，我也淋湿啊。哎，雨伞没有拿吗？雨伞没有。哎呀，刚刚我看到安吉拉拿着伞呢。行，我去拿，你在这等着吧。嗯。啊。两个快递，这个是熨斗，这个是衣服，我老婆给她姐姐家的女儿买的，是那个波恩那个小姑娘，以前他们没少给我们东西，锅碗瓢盆全部都给我们很多，所以我老婆说给她买一套衣服，到时候给她邮寄过去。这套衣服是给我老婆姐姐家女儿买的。哎，格拉妹，啊，穿大衣，啊 ，Christmas 穿大衣，瞧，嗯，啊，现在安吉拉和他说话呢，等那个天冷了，然后就再穿。他说过节的时候天就冷了，那时候温度是12-13度吧，12-13度穿那个外套刚好。他现在。
说话呢，在这里。刚开始是我老婆在说，安吉拉把手机和我老婆要过来，让我丈母娘说呢。让安吉拉跳舞呢，安吉拉不跳了。看，刚刚没有拍的时候，安吉拉还在跳。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啊，拿着这个纱巾儿，直接戴到头上面。他看别人戴，他也戴。安吉拉，把纱巾给爸爸好不好？不要。哎呀，转圈呢，在这里。好了，给爸爸吧，拿过来。快拿过来。我丈母娘让她姐姐看我们家，一直看一直看，看不完了。啊，这买的熨斗也让她看一下，给她女儿买的衣服也让她看一下。刚刚从那边让她看电视，看沙发，看风扇，屋里面看空调，然后厨房里面看我们这个油烟机，到处让她看。哎，这是展示给他买的，给他女儿买的衣服，说，天冷的时候穿。啊，确实挺漂亮的这个衣服。还有裤子。哎，这个熨斗是刚买的熨斗，不是刚买的，是刚拿过来的。我丈母娘在看电视呢。自从我老婆把这个手机能够连接到这个电视之后，我丈母娘每天就是看到一两点。看，往那里一坐，在那看呢。安吉拉在那边哈喽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阿阳。